媒体报道，近日邓伦在综艺节目中因维护球员情绪失控发飙，引发网友热议。25日晚，林书豪在微博发文力挺邓伦，他表示邓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队，他的初衷就是想保护球员，我很能理解伦伦的想法和情绪，最好的球员不会找借口。电光飞侠继续加油。